最好的前任就要像死了一样，不要再打扰对方的生活。我们要是分手了，你也别联系我啊。没问题，因为咱俩根本就不可能分手。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创业的事儿最大？哟，来了。你好，高大夫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有我的难？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你你想要的生活，这件事有错吗？我想要的生活，你知道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吗？我要的是安全感，你懂不懂？可是我如果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给你这个安全感啊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，这才是我要的安全感。真实高潮，但是我已经很久都感觉不到了。再近一点，我想从来都没走过。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江宇，江河的江，宇宙的宇。你好，江宇，我叫陆陆山。江宇。